嗨，大家好，这是肥波。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2020必比登推荐小吃四选，分别是大桥头老牌当阿B哥、双月食品社以及灶顶高丽菜饭原汁排骨汤，最后是一甲子餐饮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。OK， 各位观众，首先第一站呢，我们来到的就是大桥头老牌档案 V 哥，他呢可是连续两年都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 V 哥老店，而且呢他们家的 V 哥还可以选你要肥的或是瘦的，那我呢就是一肥一瘦两颗直接起手，然后呢当然要配上一碗他们家的鹅啊猪血汤，里面真的是有满满的鹅啊，而且其实每一颗都还蛮肥的。那我们首先呢就帮我们肥的 V 哥淋上点甜辣酱，各位看一下这个米本身啊，这种粒粒分明带有光泽的感觉，还没吃就觉得很优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啊，从它上面的肥肉给它吃起来，这一口应该是完美的。哇，第一口下去的感觉相当好。首先我觉得它 V 哥本身的口感呢是在湿润跟颗粒感中达到一个很刚好的平衡，所以说你嚼起来那个感觉就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哎，我再吃了一口。那味道方面当然主要还是甜辣酱嘛，毕竟我们刚才淋了也不少。不过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它 V 哥本身那种卤汁的咸香酱香不会因此就被盖过去了，两者结合的是非常好。然后当你吃到它上面那块肥肉的油脂的时候，那种猪肉的香气就完全的散发了出来。我们再帮他们淋一点甜辣酱，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甜辣酱其实味道不会说很重，所以说你多淋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OK， 各位再来下一口，这个光泽真的不是盖的，那种 V 哥的口感实在是迷人，加点旁边的萝卜辣酱，很少看到还有加这种腌萝卜的辣酱。OK， 爬一个，萝卜辣酱非常的够味，我才加了一滴就有点把我辣到锁喉，但它同时呢也增添了一点那种腌萝卜很舒服的熏香，相当的够味，一瞬间一颗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各位来了，千万不要只点一颗，两颗起手是基本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吃它瘦的，我们这个就先试一下，完全没有蘸酱吃一下。它上面其实它有一片卤蛋的。V 哥本身的口感实在是太迷人，不过我觉得你不蘸酱呢，就好像少一点味儿，就变成单纯吃它 V 哥本身的卤香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喝它的鹅啊猪血汤，里面的鹅啊量真的是巨量。汤入口最鲜的是上面那些油葱酥的香气，甚至还略带一点沙茶的 feel。然后它猪血本身呢就是嫩嫩的，口感非常好，配上它的鹅啊，两者同时入口的感觉真的就是享受。OK， 各位，我们最后再来一口双鹅啊，配上猪血，再见了。好的，这就是大桥头老牌档案 V 哥，实际吃完以后真的是非常喜欢，价格便宜，东西好吃，店员真的非常的亲切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前往下一站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接着下一站呢，我们来到的是双月食品社，这一家真的是不得了，连续三年都获得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，而且它的餐点都很有这种月子餐的 feel 啊，像是我点的这一份蒜泥鲜蚵，满满的一大盘，而且每一颗都是很肥美，但重点是价格不贵，才130块。那当然呢，还要再配上一碗他们家的蛤蜊炖鸡汤，最后呢，我还要点了一份爱恨交织面，那它基本上呢，就是以胡麻酱为基底，撒上了一些花椒粉跟葱花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可以吃。那我们首先呢就从它的面起手好了，不然这个放太久是不行的。而且虽然它是拌面，但是摆的真的很有这种意大利面的 feel。稍微的给它搅拌一下，你在搅的时候真的是那种胡麻跟花椒的香气同时释放出来，感受一下。首先入口呢，你最先感受到的绝对是满满胡麻酱的甜香，然后很快的那种花椒的辛香就跑了出来，然后当你咬碎它上面的青葱花的时候呢，那种葱香又释放了出来，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里面的各种元素，但同时它结合的又是满满的刚好，一大筷子入口真的是享受。
而且你吃完一口啊，你的嘴唇就会感受到那种麻酱黏黏糊糊的口感，然后略带一点花椒的麻。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清爽不腻，然后面条本身的口感我很喜欢。OK， 再来一口。吃起来太顺，一下子就剩下一点点。OK， 麻酱面吃得非常享受。我们现在呢就来吃它的鲜蚵。那他们家的呢都是这种东石鲜蚵，也是手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它才能够有这么饱满肥美的视觉冲击感。而且呢，它下面还有很多这种豆芽菜，一次两颗啊，基本操作。首先口感方面完全是非常容易接受，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吃了的话会有点害怕那个口感，但是因为它是这种干蚵啊，所以那个熟度是够的，吃起来就很像豆腐。然后你吃到它上面这个黑色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更增添一点 QQ 的口感，再配上它酱油的甜香跟一点蒜的那种辛香，非常好吃，但好像有点太补了，配一点豆芽菜汁。配上豆芽菜那种蔬菜的甜，可以跟它海鲜的那种鲜味做一个综合，吃起来会更加的舒服。我们夹一点蚵仔到它的面里面，好不好？蚵仔配着面底一起吃 ，OK， 开吃。这么大，这么好吃。好的，最后呢我们就来喝它的蛤蜊炖鸡汤。最抢眼绝对是它上面这一大块的腿肉，好不好？而且它的高丽菜呢一看就很新鲜，再配上一些蛤蜊。那我们首先呢就来喝一下它的汤头。哎，我第一次在鸡汤里面喝到这么浓郁蛤蜊的味道，然后带一点鸡肉油脂的香气跟高丽菜的甜味，真的就是它碗里有什么东西那种精华，你就可以在它的汤里面喝到。而且它表层漂浮的这层油脂啊，是完全不会腻，反而呢是更增添了一股香气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吃一下这个腿肉。鸡汤不稍微啃一下这种肉块是绝对不行的。首先口感方面绝对不是单纯的嫩，带一点嚼劲，然后满满的肉香，然后你吃到它带皮那边的那种鸡肉油脂的香气就释放了出来，啃起来的感觉真的就是享受。OK， 那我们最后呢就以它的鲜蚵配上炖汤里的高丽菜做结尾，再见了。就连高丽菜本身也是吸满它的那种精华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多说的，真的是享受，而且真的不到外道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前往下一站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接着下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赵鼎。那它其实跟早上的 B 哥一样，都是位在大桥头这一带，这一边真的是随便数一数就有三四家必比登推荐的小吃。那他们家卖的餐点呢非常简单，就是原汁排骨汤跟高丽菜饭。那我当然呢就是直接来个一组，然后呢我还要再加点一盘他们这个小卷啊，不过它这个是没有在菜单上面，如果你要吃的话记得呢自己跟老板点一下。 OK， 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开吃啊，我就不用汤匙，直接一碗就口开喝。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清新舒服，没有过多一些其他的调味，喝得出那种萝卜块跟排骨熬出来最简单的精华，在路边吹着风喝这种排骨汤真的是享受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啃食它的排骨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大一块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们家用的其实是肋排的部位，好不好？相当的浮夸，那就直接开啃啦。它贴骨的地方那种肉香跟油脂的味道非常的浓烈，绵中带一点嫩，这么大块咬下去的感觉真的是 OK。 我们沾点它的酱油好不好，专业的就是这样。而且这口是边边角角的部分，那个口感还是很嫩的。我相信我不用多说，各位自己看一下它里面这个纹理。刚才前段呢还有一点这种 QQ 的口感，但是它这个在这种凹槽的地方，那个肉呢完全就是特别的绵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赶来吃它的小卷，先吃个原味。
那种新鲜的小卷，你一吃下去就知道，嚼起来是脆中带 Q， 然后那种纤维很明显，然后里面这个内馅呢，更增添了一股这种泥泥的口感，沾一点它的这个酱油膏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呢，就来吃它的高丽菜饭。你单吃它的饭呢，是一种感觉；嚼的过程呢，再配一点汤，那就是另外一种 feel， 增添了一点湿润感，还有那种排骨原汁的香气。我们来一口小嘴配它的高丽菜饭，发现你稍微淋一点这个酱油膏在它的高丽菜饭上面，就有点像是那种鸡油饭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把它高丽菜饭本身相对比较淡的味道呢，好好的提升一下。OK， 各位，总结而言呢，照鼎我觉得就是经济实惠、非常好吃的古早味美食。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它的排骨啊，真的是非常大一个，你啃起来那个爽度实在是极高。鸡腿好不好？各位有机会来大小朋友可以试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最后一站呢，我们来到的是一甲子餐饮。那这一家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红啊，今年刚获得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。不过其实他们家的生意一直以来都非常好，现在是下午的3:30，人呢还是非常多，相当的神奇。那我点的就是他们家的招牌控辣本啊，看起来其实就是这种很家常的感觉，不过它的控肉本身那个色泽真的很漂亮，然后旁边呢还有配上一点小黄瓜、酸菜跟腌萝卜以及2块豆干，然后呢我还有点一份他们家的挂包，好不好？虽然说这两个主体都是控肉，但我实在是没办法抗拒挂包的魅力。各位，因为生意实在太好，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速吃。那我们首先呢，要从它的控肉起手，这个夹起来的感觉就已经有点快要散掉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它上面这一块一夹就分离，可是它炖的是多么的软烂，我这样夹它都快要分离了。OK， 感受一下。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吃控肉饭，肥肉的部分咬下去是会有一种类似喷汁的感觉，然后呢，满满的卤香彻底的释放出来，非常神奇的一口控肉，扒一口饭啊，这感觉相当好。米饭本身也是啊，相当干爽，粒粒分明。突然间，我的控肉只剩下1/2了，再见了。瘦肉的部分呢，你就要稍微的嚼一下，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满满的肉香持续释放出来。不过我觉得它肥肉那个部分啊，冲击实在是太强了。OK， 所以我迫不及待要来吃它的挂包了。那它挂包的花生粉呢，给的是非常充足。OK， 啊，开咬开咬。我们自己看一下它这个肥肉油脂的断面，这咬下去真的是满满的油脂，然后很湿润，然后因为它花生粉给的又足，那种香气跟甜味可以稍微综合一下那种油脂的感觉，这绝对是我吃过炖煮的最软烂的控肉，太神奇了。留一点点，待会再享受。先来做个结论。Hello， 各位，总结而言呢，一甲子餐饮啊、哦，我觉得这个挂包，刚才讲很多次了，今天这几家你可以都考虑一下，但是这个挂包你必须来吃一下，那个肥肉太神奇。不过当然啦，其他三家必比登推荐的小吃也都是非常的好吃。那详细的店家资讯呢，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